12:45在大门口拍照。待会儿用餐完了以后，12:45在大门口拍照。没有来的哈，请你告诉你隔壁的哈。好，请赶快就座，我们议长要上课了，嘿，请就座。 好，我们欢迎我们的议长。各位委员，大家好，好，真欢喜，搁看到大家。啊，首先要甲大家恭喜。 咱来参加这次的委员的电召，大家拢是咱民政府的决策者，咱爱家己有这个权利，啊，甲脑。 权利，啊，都爱有义务，啊，都爱有责任。大家人足甘心，大家拢有这个要为咱台湾民政府来打拼，咱的目标拢共款。 所以，咱大家若有用心，啊，一定会成功。今仔日来，我要甲大家探讨的是啊，这个题目。啊，当然，这个题目，大家了解一下，咱后摆啊要做的事啊。 去想看卖，啊，共同大家来啊，面对啊，咱的标题啦，公共政策啊，甲公共啊，诶，这个行政效率，公共啊。 这个要做政策啊，是毋是人定出来，都是咱大家委员的责任啦。咱要做，咱提啊，咱用这个思考啊来想，台湾甲现在甲。 起码这个情形，咱有发现到无？本土台湾人咧执政，政策上拢有改善。啊，变咧执政的时，有啥物改善无？足大的改善，咱都。 行政啊，事务所的改善，大家唔知有感觉到无？这就是什么情形？咱爱大家，因为你大家拢是委员，所谓委员，我都甲大家讲，拢有这个啊权利啊，有这个义务，拢爱去改善。 咱来去想，是安怎阿扁啊做台北市长的时，伊甲户政事务所的改善，互咱人民会要去领一个啊草本，免走两逝三逝，免拄啊排队啦。咱爱去想这个问题。
以后咱若要执政的时，就爱去考量着讲，你这个政策甲你这个行政效率的问题啦，一定爱让人民感受的出来，安尼才有目的。秘书长交代的代志，甲咱以后要执行的政策，咱这的官员也做不到的，落台。所以大家弄这个责任，秘书长开出来这支票，咱爱去思考要安怎来做，要安怎来把它完成，这就是咱的义务。所以开场白甲大家讲遮，希望咱大家拢有心要甲台湾做较好，所以绝对会完成。好，咱即马要来由这个啊行政啊公共政策这个啊学术上所你讲的代志啊，咱即马要甲大家探讨，会差不多即几点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开场白有讲过啊，咱的理念拢共款，啊，咱共同勉励，必须顶交代的开出来支票，爱去啊，这就是公共大家人民所需要的代志。爱去做好。啊，咱即卖要甲大家讲，啊，要甲大家探讨遮个啦吼，啊，互大家了解一下。即卖要先讲，啥物叫做公共政策？公共政策啦，是啊，政府决定部门，吼，伫即个啥物时间应用政策。拢时间会改变，所以伫即个时间的期间啊，来解决公共的问题。啊，即个解决的问题啊，这就是所采取的方法，或个方案。这就是咱所思考的，咱最近的问题。社会问题出地带，核能发电的问题，啊，昨今仔日的报纸啊，我报界遐大，核能大家咧游行，大家咧底下咧迄类，啊，这就是，咱啊咧执政，咱就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啊，是毋是迄阵啊？这个决策咧做的时，啊，做计划的时，拢无照啊合理上的根据起来啊做评估，所以最好大家去啊思考这个问题吼。啊，咱要讲公共政策啊，是啊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啊。指导的这个准则，这咱即马要阁强调哈，一句就是讲，什么叫做公共事务？咱啊，迄、那个电啊，华丽电招的时啦，大家脑顿来，拢我有想到讲，我迄阵啊提的提。讲的题目就是公共事务啊，甲成本的观念啊，即卖佫加强有诶啊，要佫咧思考这件代志的事啊，要佫加强一下公共事务是虾米？
让大家知啊，公共事务啦，是咧解决人民的问题啦。人民有什么问题，执政的迄个掌权的人，因为以后拢是大家，你都爱去思考人民有什么问题，过来满足人民的需要，甲互社会较和谐的咱的促进社会福祉，甲互国家的安全，这叫做公共事务啦。每一个人拢爱有责任去做到，安尼，因为大家拢是委员，头拄啊，秘书长也交讲，恁签名，拢是爱有责任爱有义务呢，唔是讲签名，大家拢是委员，这个委员这个名称啊，拢是有权利有义务有责任。我常常去用叫去咱现在地方政府的各部门啊，拢叫我去审查什么，伊那家咧去拢啊叫委员，所以大家我拢是委员。你签名就是爱有这个责任甲义务，所以这大家拢爱了解。这大家拢爱了解。过来，即马要伫学术上要互大家知讲政策会有做类型诶，即个形态差不多有大概差不多有遮个类型咱甲分到四个部分来讲。第一就是讲有分配性的分配的政策啦。这就是什么叫做分配性的政策？就是有关政府机关的成本、甲义务、甲服务、甲这个利益的分配啊，互分配互无同款这个叫做人。这个来分担啦，这个咱一般那伫管理上啦，叫做零非零和迄、那个竞赛政策啦，非零和迄、那个政策啦，这就是讲一般为讲非零和赛制啦，类似安尼一个政策啦，当然。咱这就是讲，实际上阿扁做总统的时候，伊甲老人农民的年金拢咧发这个代志。咱必须定交代，咱老人年金以后要发偌济？大家知影无？那唔知影，等于爱国去骗咯。好像反应无啥知影。你咱只个委员，佮咱秘书长个政策佮唔知影？所以大家爱去检讨吼，含。我那爱去检讨，我爱甲大家讲，我是安怎讲？咱爱以身作则啦。美金800甲千里中间啦，所以秘书长开出来支票，大家拢唔知啊。什么委员？是唔是爱家己检讨？咱来遮坐伫遮是咧啥？牙香对白，所以
歹势吼，啊，因为大家真正爱家己讲明啦吼，咱来遮是要为未来咱的子孙过得较好，所以秘书长所交代政策一步一步爱做出来。咱若有摕到迄个权利的时，一定爱去遵守。过来，吼、哦，管理性的政策管理吼，啊，这个管理就是所谓迄、那个咱一般咧讲的叫做花啊，那么啊，零和赛季啦的政策啦。哦啊，这是啥？这是讲啊，咱一般所谓啊管理啦，吼、哦，就是政府啊设。这个一种特别性的原则甲范围啦，啊，这啊，互某一个部分啊，有无同款的利益啦？咱遮吼，爱了解土地政策，这个规划，迄、那个马英九，甲迄、那个啊。迄个要做伊做市长的时，去食一次、食几摆都家己数不清楚啊！伊家台北银行做政策性的，怎袂调出来？国发会。原则这是啥？土地的用地，即马甲变更，当然好，农民啊，照意思甲变更过。这叫做实际上管理性的政策啊，吼、哦、啊，当然，你要做的事啊。爱去思考，特种行业、特种准许的事业，这拢属于啥管理性的？是毋是人民的需要？若毋是人民的需要，这就是有问题。我安尼讲，高速公路，咱人民交钱去立，这个钱起出来，啊，当然迄阵啊，你想讲啊，都政府提钱出来，咱也想讲要搁开搁较侪条高速公路，唔只爱来收费，咱的财政的问题。啊，设落去收费了后，讲啊，安尼会塞车，咱来用扫描的。啊，政府为了讲要较紧尔，委托财团去收钱，这个政策对唔对？大家拢讲唔对，安尼这个政策就袂使做。包赚的吗？叫财团来收钱，咱无法度个人民所需的钱来设这个扫描器吗？高速公路都在起啊，干那扫描器，啊，都爱好财团，所以类似这个问题，拢爱好大家去思考。哦，这个问题，予大家去思考，吼、哦。啊，过来，咱来讲，这个叫做重分配啦。啊，有诶讲啊，各分配啦，会有做啊诶性质啦。啊，当然，咱所讲诶，这个啊，诶，这个重分配、各分配这个性质啦，咱所
要来解释，就是讲，因为有诶财团，互伊即卖都银行大部分拢改到，或做啊私人诶，诶，啊，搁讲因为要来打消因诶做啥呆账，诶，咱诶税收。迄、那个做啊，咱一般营业性诶，拢爱收5%诶，啥营业税啦？迄阵啊，讲免收啦，即都即卖拢私人诶，啊，都拿私人诶经营卖落去，啊，都爱回去，啊无一寡银行拢是啥呆账较济啦。拢是遐个做有关系人咧借钱啦，无关系咧借无啦。咱会得看到啥？哎，讲个做啊，迄、那个七七行管啦，大家唔知了解无？借偌济钱，借就拢呆账啦。迄都是啥？都是迄一般咧讲叫做啥？讲叫做违背法律的现世报啦，伊安怎？你做庙里个管定啊，违背法律啊，因为现在是三级木夹。迄、那个违背法理的现世报，伊在拆人的厝，即嘛七七行管强拆，所以大家，你若在做委员的时，你现在大家拢委员啊，你着心肝爱去了解这个问题，吼，袂使讲咱这里讲啊。啊，这个重分配啦，啊，讲再分配啦，这个性质啦，咱爱了解。吼、哦，即马当然，即马最近推出来讲做富人税啦。哦，有钱的人，吼、哦，佮啊，也收得超过偌济，啊，佮搞较济哩。吼、哦，而且即马咧推行，吼、哦，类似安尼。过来看到啊，自我啊。管制的政策，吼、哦，有，因为伫学历上有讲到遮，啊，这那是叫做啊，非啊联合啊竞赛的这个啊政策啦。啊，咱这就是讲某一个啊授权给啊迄、那个同业工会啊，给因家己去啊要求因这个产品的品质。咱以前国贸局有这个规定。咱的产品，拢一定爱啊，免咧因啊，迄、那个叫做台湾，咱以前要出国的时，拢有这个规定。啊，我看即卖可能已经较散去啊。我感觉一站国贸局特别规定，啊，你若无这个标示，你就啊会。停止你的出口的权利，哦，类似这啊，伊即爿就是讲啊，这個、自我管制就是授权和这个叫做啊同业啊工会来咧啊来咧做，吼、哦、啊，咱这吼、哦、大概啊，和大家有这个概念就好啊，吼、哦。咱即爿讲啊，政策的结构吼、哦，政策的结构啦，咱会使。一般啦，都是上层指导下层，下层啊不得违反上层，哦，更应当妥善规划这类执行，达成上层的目标。咱就是头拄啊，甲大家讲，咱爱了解讲咱的政策，咱执政以后的政策啥物？啊，秘书长上课各方面拢在讲，咱爱了解。啊，伊个规定啊，咱都爱甲完成。好、哦、啊，这个政策就是啊，咱这个啊政策个迄个层次啦，就是政策计划啊，甲实施个方案。
啊，这个程序甲步骤，哦，啊，咱爱爱清楚了解。过来，这项吼，爱予大家知影这里吼，这项就是讲咱政策的制定的过程啦。啊，政策的制定的过程吼，咱就是讲一切为百姓设想，拢一定爱有百姓设想。啊，用什么要经过啊？利用你的智慧，吼、哦。啊、你的智慧啊，经过应用科学管理的方法进行啊政策规划加管理。啊，当然，咱安尼讲拢是一个空洞，咱来用一个图，予大家去思考。吼、哦，咱要制定的过程就是需求认定，看有爱这个政策啊无？需求认定啊，过来建议。形成，咱这些委员拢家己去思、去想，看较好，对人民较有需要，啊，予人民会感受到，啊，去想，啊，做一个建议，啊，即摆建议了，大家讨论啊，政策的采纳，啊，再来执行，执行了后，爱阁爱做一个评估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咱所讲的。政策的种制定的过程啦，啊，我简单啦、啊，为这个图啊，予大家做参考啦。好、哦，啊，这拢是咱啊讲书记的认定，讲诶，咱这个政策啊有这个啊确定，有这个人民确实有需要，咱爱经过差不多这个做分析啦。吼、哦，咱啊资料的分析，哦啊，样本的调查，啊政策的啊模拟，甲因果分析，甲预测技术，哦，当然这个有诶有学术上的问题啦，啊无要紧，咱大家共同来研究，啊来做探讨，吼、哦，这个部分差不多爱做这个。哦，啊，那这个啊，有这个啊，需求啊，人们确实需要，啊，咱即马都爱做啥？爱做啊建议，啊建议啊，要完这个做建议，都爱做啥？方案的设计、甲风险啊分析、甲决策分析、甲科技评估，确定啊过来做啊政策采纳，哦啊，都爱实验方法，爱聊啊。因为采纳的话，啊，咱看有诶部门讲啊，哪一个乡镇先实验，哪一个县市先实验，未使全台湾省都一起做实验，啊，惊到到时会发生虾米问题，所以讲做一个实验哦，了后啊，甲实际甲这个资讯啊，甲这个审计啊，甲做快速的评估，啊，了后再来执行。啊，执行就是讲，哎，也要你了解讲政治的可行性，加啊政治的啊迄、那个联盟，啊政治的行为，啊加预算技术，啊这就是加成本的关系。哦，了后啊，即马都执行了后，啊再来阁做这个做政策评估。哦，啊这个组织设计啦，学习曲线啦，吼、哦，那。啊，过来，过这个实际的程序，甲这个啊诱因的决策，甲需求的弹性，好、哦、啊，这是安尼写一个的形成，啊那，到尾啊确定实施以后，这个管区啊政策啊做了啊未歹，啊咱会使啊这个个写得转来，个检查做一遍，好、哦，这个循环吼。哦这拢是予大家做参考啦，吼、哦、啊！这因为这大家一定爱了解这里啊。当然有很多学术上的问题啊，接过来做探讨。咱下面来讲行政效率哈、哦。啊，行政效率，他突然啊讲过啊，
以前要去领一个户口，天本都要走几个转。啊，我出生伫啊新港，啊台中关新港，我要领阮老爸老母也是祖先的，拢爱走下去。较早较早，迄阵啊也未实施的时，哎，到尾讲我要来请咱啊咱民政府的啊。台湾政府的啊身份证，这里是晶片身份证。我去，我即摆现在到伫台南，甲台南啊地震事务所去申请，申请啥？我讲我要阮阿公、阮老爸，啊，伊迄阵啊住伫大家公公的，哎，差不多二十分就好些啊呢。哎，啊，佮即摆佮一个政策啦，伊佮甲你改变啦。迄都是啥？讲即摆讲江院长的决定啦，发包啦。咱迄阵啊用了足好势啊，即摆要去领讲，阁有问题啊啦。啊，这拢是啥？因为江院长足知影咱这个单位的，内政部发一个，和迄个叫做啊陈杰胜去讲咱这个事要做啥？挥华组织啦，内政部做部长的时候，伊个答复讲这不是挥华组织。大家有迄张啊无啊？大家有嘛吼？所以伊足清楚，所以伊足清楚，所以马英九足爱用的，已经足了解、足配合啊。所以这个时刻，互我互大家清楚。所以咱即马合作。啊，设计这个城市，这个、我感觉拢有问题，吼、哦，让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，吼、哦。啊，当然，这个效率啦，都爱考虑讲各种的资源，吼、哦、啊，成本啊，这拢是包括伫啦，啊，甲成果甲啊，这个啊效益的问题，啊，因时间上的问题啦，啊。咱话差不多会准时吼，咱结束吼。啊，咱现在咱会做，咱啊有分到三级嘛，中央啊、甲州、甲镇吼。啊，咱即摆个讲，这个啊政府的公共组织啦、的层次啦，咱那分三级。啊，咱即摆就是爱讲这个组织的啊效率。甲管理的效率，甲工作的效率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这拢是相辅相成啦。那是组织的效率无高，啊，当然也会影响。啊，如果某一个效率拢无高，拢会影响到，所以安尼就无高啦。吼、哦，这个效率吼、哦，就无法度真正达到高效率啦。目的。啊，咱的啊行啊，咱的政策一定爱甲效率啊配合，好、哦、啊，这就是予大家我了解。啊，过来，咱的结语啦，咱就要甲大家讲，恭喜大家增加你的责任，因为咱拢是。啊，民政府的委员，委员有权利，然后这个啊义务甲责啊责任，因为咱的目的，拢一切为百姓设想。啊，咱若有这个观念，啊，有这个心，啊，咱一定。会成功，安尼讲对唔对啊？感谢大家，咱今日到这结束。好。